看谁的官权啊。第五怕是我这个地方已经你俩是谁赢了？你赢了小弟赢了，小弟官权了。我是说的是小弟，小弟飞刀兵做官了，这回俩人杀他死了啊，死了死了死了那肉上还有丢了我起跑的我他是嘴里想把杀气我那容易造成那种叫起马局的气、啊、行我没想走那个气我没想嗯你咋走吧看看这啊走吧啊行啊走吧起转了起转了走吧走吧起转了起转了明天继续啊来看看看看不行吗刚才来得上来看了我看抽烟的太多抽烟你别坐你上那边去你别坐到旋风口上看坐到上风口那个标准的鸡都标准鸡太俗了你鸡家里头的娃就泼毛是腿泼啊应该也没事我上我一上嘛打他泼你什么玩意儿我打不中泼吧你打完之后我向他马路以后我提举一抓也抓死你再抓个十抓个十次能吃个十次能吃个十不过他兔子快那些是吧我是那么香前几年再那么早应该是黑气好他那边刚那个能量还得黑气厚的这鸡可能现在我有可能直接踩马得出去说炮那样好可能特别的其实你还得抓块石猴啊赚个是不好赚钱不拿酱碗拿鸡贴过来到了第三了哎呀我傻逼呀、啊、你找你我就讲了、啊、没有没有我再出去吃泡了山鸡堡上了山鸡堡上了小弟们你跑不丢了呢小弟们啊小弟们我再看看我再看看他多跑我翻破了我翻又翻破了翻破就说了那么我娘婆还能打出去了我能打他能打出去了他翻出去了我说我就是想送我做好那他就弄这样一掐他哪都下午我掐他那我把这泡子泡过去你丢我到子活子那里嗯你做我活子丢我到子不知道先送我做再这样你总是吃着泡了你知道吗你得下咋下送啊这应该是红旗啊现在不是我说那张先生他不上班先送做再弄嘛嗯甭看见这肯定有红旗的红旗赶紧看看你好多少分你继续讲我估嘛啊能好个一百多分的二百分的是吧你看看来下次那边那句把那边句封住把那一片的得赚他大表官你到哪不是你那不是一条毛他不生他那边也没有补偿要来做的炮那样生活他如果见局嘛见局啊见局你想送病啊送病倒你这我你工作也不打鸡蛋一步一步摆不就完你挂个病啊我对呀你丢我刀子啊我丢我刀子挂病啊掐着他我对呀你拿着你我我把那病冲过去呢现在呀打病打我回马踩那这么卡就不管你我骑我自挠你有意思是活了病然后肯定输的嗯就要出个人想跟谁做你讲一弄弄啊就要再变化了还是出这不这回想出去做嘛你不像不像可能不烦了啊对呀还应该来哪年这去啊还应该一弄还是应该不这个想当时他一弄不想又想你做嘛就怕他一上想的话他就要马了马了马了到处接近吗先打着吗回去揣着跑你打马我回来踩不也是踩着你怕我走
我这边还得当当是大马，我一回马不还是香了，香了他，香了他就吃算了，他那边脑子都发了。香了行，他马了你再推回来，又干。我香了不是，哎呀，他恐吐啊。你听我看，我要是戳他一步呢，哎，不买，打过来，太惨了。我他不买，不摸不到心窝里。不行，我得回家。那不买了，回乡是个对象。回乡，回乡上一踹踹爽啊，小老弟啊。踹爽，踹爽。踹爽啊！从上买上，踹着车，踹着坡啊。不行啊，老七。啊。这坡还打着坡嘞。那踹着车了。你走局吧，踹着车了。踹车上上班不行吗？今天没买着坡了，你咋叫什么？厉害啊！要买了这个，那你说咋走？你说买了这个空头，我不跟坏了。那空头刚刚训练完，这辆车都在外头。你回去吧。啊，俩人车，这边的名车，在那边那车，我吃不对哦。没办法，你这不管有弱项的，或者快的，两百分儿，两百分得多。四百多就走下去。四百多分，四百多分，四百多分的等于多一个马。上回那船上讲过，一个马差不多是。开了呗，没办法。哟，还不敢回来耍了，我操！我看我底炮要讲的知识一分，没提啊。哈哈，还不敢。你吃了饭就还那样子。赶紧出啊！出来完了，我不提数。我还不好捡钱呢，你瞧瞧，我脚上跟骑猪。现在还不好捡，你啥打了酒？工资行不？还有工兵吗？还工兵？那没一山车骑。那你去两点一点上，你赶快骑个去吧。人是打车啊。你那个手机那个嘴巴太炮了，那手机一看我们不。那两个去一点就拼命刮你。我这车先上一点了去。车上一冲啊，一冲回来一刹车。那不有？地这地方有看了老郭，最土的土的多靠你呢！你让人凭据看上了，凭据报上了呢。看上行不？你打出去，打那个栏目，这打出去算了。瞎看是瞎打，报上还漏出去了。哎，不能看，老郭，你手机那水平那都多高呢？能下得过他？你陆鞋天天你得有闲鞋，你少他。看咱我一山一斗这么破。我看我点过去狙，现在。你打出去不行。他狙点过去。反正是。三百来分。那一斗这么破哪狙？三百来分等于走数。三百七十五分。三百七十五。四百分。接近四。那我还得下简单了，也得。人不两狙多破吗？你别走急了，你看看这。那个跑的哪呢？哎，不那行啊，不当不行啊，不当还行。你再咋走啊？他那钱还没看嘞，看都早就过去了。你讲五减一吧，你还你咋弄啊你？讲不是我这个讲五减一，你等个电锯啊，当不行啊，你瞎看上的。瞎当是不行，你那啥就是那什么老郭不好啊，你哪能没看？不，这张也不行，张就是跟是，张也够呛，也是。你不行，我直接打了吧，当炮做活，当炮啊。当炮嘛，他打过来吧？当炮不得行，当炮人腿中炮了，腿中炮。要不你当炮，他就是分数更高了，接近两五百分了，当炮。打出去了，这样子的。这头脚张也够呛，张也够呛。骑上已经是，我应该那也得先点一脚，骑上已经是。完好蛋，废话行不行？这看他肯定不吃你，他把你。我看一个是这个位置，一个是河口，俩位置可能都退一步吧，退一步就行。嗯，退一步吧。跑着这跑行。你正好我正好退过了，出去了。我本身就想，他得想又吃又转跑嘛。嗯，不敢吃。退一退二，嗯，不得还好。退一好像是。也跑也不敢吃。你二。对。还有进不中兵，你不敢吃。他就被俺跑来当。我对，应该进中兵是吧？正好你刚才你机离不开。对呀。你看这手机的水平是高。咋回事？嗯，也不知道该放蛇。他贼想吸住你。不，我直接前儿就冲兵可能就行了吧？你咋不咋事我都不管了。冲哪个兵啊？就直接。那不攻的吗？攻我给你摔了，我这马就是一穿上去不就赢了？他那边他还赖住。你试试吧。你试试吧，这飞攻不行啊，你不能叫上来买是吧？攻我就是拿想飞。你试试吧。对，拿想飞，你们打过来我把车吃了。
你试试吧。这个马一窜上去不就行？你打正好打不过来，这边来得及跑。上这位出好歹着了。这回也是上马。上马有啥呢？会狙。上外跳。有法器。上门多车跑的，他现在上门上门就回来上门。我得挑手试，现在不能给他们上门子。上门人就只好试你，你吃炮又不他一上来我没有炮嘛。你上门人只会试一行啊，你上门人不理你。顶不丢着我，就是吧，就俺赶紧弄到去了。俺下只好试了嘞，我下只试，我得教，下了多少下啥的。没东西也得上马，也得上马。我咋的马？上马没用嘞，上马。啊，这我去个接了一点，接了点。这也没接，这还有着五百分。嗯，还有500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这还有着500分红。香了酱，非常香。分不跑也行。落香吗？他上哪打不过来？落香不多。落香干什么？落香，落香也行。落香行啊。老乡往这边窜马了。对呀、啊，驾驶公稳啊。对，老乡也行啊，放炮可能也行。哎，别瞎讲啊，你今天俺上中炮行不？今天俺中炮。别吃啊！啊？别吃啊！不白吃不？咱别吃。别上夜都别着。才把十。小他是我。我跑起平五啊。我跑起平五啊。哦，还挺好的，年轻。跑起平五，他没优势了，应该中炮。一大奖。不能看那个，我你得听听那个，那俺一讲话就干不到中炮。是啊，真不错。那你那俺一讲，一讲他真点炮。俺一讲，我看我一讲，我不给他升了吗？就是升炮了，抽奖了，成了。吃上炮人闹僵啊！你闹哪个闹僵啊？吃上炮人大象一样吃他脚，吃上炮你敢吃炮吗？大象一样吃你脚。你要没下你得走啊！看了不？你吃炮人大象一样抽你脚。你这个手机这个水平太高了。那人就吃炮打你呢，对吧？抽上去。抽奖了，点炮了。还不倒过来他一个。那俺想吃点麻吧，看这里边藏好多具。哎，咋又没写了？这都不叫烧毛。进来，解释了啊！这叫解释了，进来。这叫烧毛多。进来。不行啊！咋不行啊？你上马直接把你中足打了，这底下腰子啥这边吃了你。进来，解释了啊！你坐下吧。你去。你上班人一打你不也是丢吗？自由发挥了，这么讲了，人点炮了，我点炮就扫到去啊！人这中，人上头这那个脚来站你，你打不去吗？你这那个脚来呢，你打不去。你找那个可能直接就抽你脚来了，你不行，丢脚来了。要捐来呢，这跟那叫跟那做，下奖肯定得下奖，上班也得开炮嘞。这起没气了，让我看看啊，没气了，捐是了，你看十七分红油，我把那炮甩过来。这，这跌多少？你干什么？你咋？他这你刚才也抽狙啊，大象。对呀，打中兵了，打中兵，对，你一走上，结果打一响一响。我抽着狙，抽着狙。他那边刚才有气，我知道他有气。他是抽着狙。你现在我们这开炮，行，也打算。我考虑那炮往哪开炮啊？开炮想虚一点。那就是。哦，那我垫不了往这儿。是啦。老哥不能砍了，你那个往这个水平太高了。你什么人啊？你十年了。那个打算。我下午我在家打点狙去，这有我想第一步下午再打。啊，两万。然后也没有谁，平花了，平花了这钱。定金。没谁了。我想打点狙，我活动活动，再是再一些东西。走也行了。就那下午时再打他干嘛？嗯，也行吧。嗯，我也咋着不来了？嗯。赶不及。成黑油了，成黑油了啊！我打进去了，成黑油了这钱。我打进他去。嗯。走花了。那手机那卡两部手机，他那提水平太高了，有几步就能捡来吧。没走出来那期，捡来吧。你得想下捡下这里。我平常讲一下那家。他平常讲我捡捡，炸雷也行，再回来想。炸雷也行，炸中了。炸中了，炸中了，你回来想点哪去的，能稳着也。这就是这是软件自找的，他是这样不打他一个马吗？嗯，打你好吗？你连狙抢他，
这条要是跑大回去呢，是跑大回去。哎，不能，那你带个赶紧过来，你就完了，就直接就输了。俩就抢啊，俩就抢好啊。俩就抢。就回去先打那部剧啊，再回去看。嗯。这就是哪有大剧啊？哪有大剧啊？他得是跑大不是？那是跑大人不？这行了，要是俺想来没事了，俺想来了，啊，局势平稳，这要平稳了。你马上就快输来了，天远。我把局退回来。没事，现在就没事。现在退低少着点。要退低了嘛？你不是给天天记错了？要不你让咱退不麻？别人在庙上弄你呢。那书上说庙，不能说他说两局，他又不敢看。他没啊，俩局。他庙上没有用。他前头是局，他就看着。这不去不大很好。我看我找找不什么吧。还有个对局，局啥中啊？最近对局不挺好吗？咋中啊？看那边的这个套解开得。其实今年没什么戏，反正提啊，咱人下还是认为红旗好点，巨马炮、兵种好。少好点，少几种认为应该是巨。现在是少红旗少好点。不管事儿了，啥好就不管事儿。60不到100分，我现在有108分了。我打下听完了。咱没吃了，因为重庆买卖贵吧。你看压不住，你俺人打不住，他一弄头了。嗯，你让你弄不住他。你兵这个，他就把一招要一上头。啥欺负惯？给那个兵。哎，他不招降嘞，他不招降嘞。那又赶你咋吃呢？他不招降嘞。瞄着点他先。我瞄着。他如果打过来，我那马不就活了吗？好的，本来你就接近200分了，你一不行，掉了100多分。说降一下，走那个嘛。打两兵的嘛，假如把中兵攻起来，你就走吧，别你反正人家吃的。你攻中兵，人攻啥组？攻这吧。啊，点嘛，好，再掏。攻这个是吧？能选好了。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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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嘛！他得卡上。他得攻你狙。攻狙嘛。他攻他狙。攻狙斩立。斩立。斩立是吧？斩这个吧。这成花婆了，是吧？斩中。扎雷好啊，扎中。哎，不能看了，扎中嘛。书上说是扎雷。扎中，书上说是扎雷。书上说是扎雷。扎雷俺上马了，怎么看了？嗯，俺不能看了，老郭，你那看两部剧就直接。这边军事，这那手机水平太差了。合起来，家里过的手机。看了剧，看了。说马。啊，一对剧就合了。哎，他吃跑了，想赢。吃跑你吃麦，他想赢啊，也赢不着了，也赢不了，打多少分？想了他，你就活了，你活到哪我是啊，吓想了他，吓想了他，想了他，吓想了他，可能活了他就是，活了，再开再吃点饼，我上里拨一拨，丢人跑了，上里拨一拨，丢人不要脸跑，咋也得喝些那些，别走你，上里拨一拨，啊对啊。那不也喝下去了？掉不了啊，平时不能看嘛。看不着的时候，哎呀，也赶，是赶啊，还赶不着啊。上你搏也不好，闪嘛。是赶啊。闪人攻起来了，人攻起来了。哎呀，不要赢的金刚也是。来后头赶着。哎，马上人准备加炮嘛，这不还得那挂部羊角市的。他干吃饼嘛？对，叫他干吃饼。我得先去进羊角市来。行了，先走一步。行我把这事来吃起来。我吃了，吃那饼。对，咱吃饼，吃那饼。不活了，喝了。不活了，咱吃了。你莫莫莫莫，他是喝的。这也是喝，就是吃了那饼也喝了。吃了也喝去，他肯定回家喝去。他就是吃那饼也喝，也是家里谁多塞一个饼也不够赢。不是，基本也全是，基本全是。我下场了，那手机。